像这次，我们的成绩也让部分西方媒体和一些人破防了。有些西方人士就没绷住，质疑说：“您的成绩，尤其是四十六秒以内的成绩，四十六秒的成绩都已经是人类达不到的速度，你怎么看外媒对您的这种质疑？”我不看他们对我的质疑啊，他们达不到是他们的事儿，我们能达到就证明我们厉害。然后是的。包括就是针对我们的兴奋剂检测那么多次，确实影响到我们了。但是我们是最干净的，是最清白的，所以我们才能拿冠军。对，凯乐一直在专注自己，就是不管别人说什么，我也不听不看，我只把自己训练当中的这个部分给他友好就行了，对吧？我觉得好像是对自己的成绩还不够满意。那么你觉得要游到什么样的程度，或者说实现什么样的一个成绩，才会让你就是大大方方的说，我对这个成绩很满意，我很开心。我觉得游到什么程度？游到我24、25岁或者26岁、28岁游不动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很满意，因为感觉我已经没有再突破的空间了。现所以在你就说，是未来的每一枪都有机会长成绩，一切皆有可能，所以都是正常发挥，一般般。